好，我想用小鋼琴嚟解釋小提琴音階嚇，咁音階點樣形成呢？咁啊，最簡單係講咗大調音階先啦嚇。咁我哋首先咧用鋼琴嘅排列嚟解釋音階嚇。OK，咩叫大調音階？首先我哋要認識鋼琴線先，因為鋼琴嘅排列係最整齊嘅。咁咧鋼琴咧點樣去揾音咧？咁啊見到咧，如果唔識鋼琴嘅朋友咧就睇下啦喎。咁啊鋼琴咧會見到有兩個黑色鍵啦，三個黑色鍵，兩個黑色鍵，三個黑色鍵咁樣重複。咁我哋如果同啲細路仔教嘅時候就係呢個兩個黑色字好似隻筷子咁啦，三個黑色字見到好似叉咁啊，筷子叉，筷子叉，逢係筷子嘅左邊嘅左下角嗰個白色鍵咧，就係 C 音啦。OK，咁我哋咧音樂好似英文字母咁啊，排英文字母 C、D、E、F、G，咁啊冇 H 去翻 A、B、C 去翻同一個位置，所以都係 C 啦。咁啊 C D E F G A B C 啦，OK。咁你如果有留意咧，我即識聽音，你會聽到咧。用 C 音咧，如果我哋將 C 音當係哆咧，就會聽到哆咪發嗦啦提哆啦。咁咧呢個咧其實係 C 大調音階 C major scale。你發覺咧就唔需要彈黑色鍵嘅，因為 C major 咧係唔需要彈任何 sharp 同 flat，已經可以做到哆咪發嗦啦提哆啦。好啦，跟住要解釋嘅嘢咧就係叫音程嘅關係啦嚇，咩叫全音，咩叫半音咯喎？咁由一個音去下一個音，中間有一個音隔住嗰啲叫全音，所以咧 C 去 D 咧叫全音關係，D 去 E 咧係全音。咁你發覺 E 同 F 中間冇音喎，呢啲叫半音關係，寫唔通。E 啊，F 去 G 係全音，因為中間有音隔住啦。G 去 A 有音隔住係全音，A 去 B 中間有音隔住叫全音。B 去 C 係冇音隔住叫semi tone半音啦。所以咧，逢係大調音階，我哋會聽到係全音、全音、半音、全音、全音、全音、半音。咁逢係呢個關係彈出嚟咧，都會聽到哆、咪、咪、發、嗦、啦、提、哆啦。啊，咁我哋好容易記啫，我哋記住全、全、半、全、全、全、半。所以咧就係、是。如果用 C 音做哆咧，逢系咪化同提哆咧，就會聽到半音關係嘅。咪化就半音啊，嗦啦提哆，咁就係一個大調嘅音階嘅形成啦。咁我哋將啲音咧褪去其他音嚟做哆咧，將呢、這個把個間尺咧全全半全全半咧褪啲位置咧，都會聽到哆、咪化、嗦啦提哆。咁大調音階就係咁樣形成噶啦。好，頭先就解釋咗 C 大調音階或者大調音階結構咧，就係全全半全全全半啦。好，五級音階啊，小提琴音階第一個音階係 D flat major，咁啊 D flat 喺邊度咧？就係呢個黑色鍵啦。係啦，咁我哋將呢個進度嘅時候咧，我哋要做全全半咧，就會咁樣樣嘅，全音、全音、半音、全音、全音、全音。半就啱翻全全半全全全半呢、這個結構咧，就會做到哆位咪發嗦啦提哆啦喎，聽一聽。好啦，咁呢個就由 D flat 嚟唱哆啦喎，咁啊聽到哆位咪發嗦啦提哆，咁我哋睇下我哋頭先係要撳啲咩鍵啦，咁有 D flat 啦，有呢個叫 E flat，有呢個 F，有 G flat、A flat、B flat、C 同埋。D flat 去翻 D flat 咯，咁你發覺有一、二、三、四、五啦，五個 flat 咯，再睇多次。啊，呢個 flat 即係呢個 flat 啦，所以就唔計啦。咁啊，一、二、三、四、五啦，咁唔使擔心嘅嚇。你揾到個哆咧，小提琴哆咧，你將啲手指分開，全音逢係全音關係，好通就 separate fingers， 將啲手指分開。咁咧半音關係就將啲手指合埋啦。OK， 跟住又再分開手指，合埋手指，咁你就會揾得曬哆、咪、發、嗦、啦、提、哆嘅咯喎。咁咧就係由 D flat、E flat、F、G flat、A flat、B flat、C 去翻 D flat。好，咁我哋睇睇小提琴上邊係點樣撳啲位置啦。好，頭先咧就喺鋼琴度解釋咗大調音階點樣形成啦，跟住咧。就講五級音階嘅 D flat major 喺鋼琴度點樣揾翻曬啲音，有五個音要 flat 啦，因為要聽到哆、咪、咪、發、嗦啦、提、哆嘅效果嚇。咁喺小提琴上邊咧，咁就有兩個拉法嘅。如果你睇翻嗰份考試個音階嗰個譜咧，咁佢有兩個 fingering 嘅嚇。咁咧第一種咧就係用一百位開始。咁啊，而家你見到嘅畫面咧就係我畫俾學生一啲圖像咧，就解釋點樣去。拉小提琴係邊個位置，咁佢有個 image 會清楚啲點樣去撳啲位置，啲音同音之間嘅距離。
好啦，咁呢度有四個交叉係代表 G、D、A、E 四條空弦。咁啊 ，defect major 咧係唔使拉空弦嘅，所以咧全部打曬交叉，唔需要拉啦。好啦，咁我哋揾個 defect 點揾咧？咁啊 G 音啦 ，A、B、C、C 三手指啦嚇，數啦 ，T 都之後咧將你四手指合埋同三手指合埋就係 defect 音啦嚇。咁你拉嘅時候可以照樣拉揾咗音先，拉零啦 ，G 啦，數啦，分開二 T 都或者你數都，即係耳仔好聽，直接拉數都會揾到三手指之後咧。將隻四手指合埋就 defect 音咯喎，咁呢個減減四啊，我提啲學生合埋四手指或者低四手指，我就會寫減四啦。咁啊 defect 咯喎，咁啊降低一手指啊，黐到最邊邊就係 effect， 分開就係 F 音，再合埋咧，所以寫減三啦，係降低三手指就係 G flat， 跟住 A flat 係咪 defect 原理隔隔離就係 A flat 啦，啊咁啊平排擺啲手指啦 ，E flat 隔離就 B flat 啦，啊 B flat 跟住 C， 跟住咧要上一上三把位嘅低一啊，咁啊 defect。平時我哋拉咧會將三手指合埋，但因為我哋拉多一個八度啊，所以咧我哋咧就會上三把位嘅第一 D flat、E flat、F、G flat、A flat、B flat、C 同埋 D flat， 咁就啱咗全全半全全全半全全半全全全半呢個間尺啦。咁你拉出嚟自然會聽到哆、維、咪、發、嗦、拉、提、哆、維、咪、發、嗦、拉、提、哆。你發覺咧嗱，點樣睇呢個圖咧？咁我隔開一行嚟寫啲數目字咧，就係分開手指，即係全音關係。咁下一行即刻寫下一隻手指，即係半音關係，即係合埋手指啦嚇。咁你聽到逢係咪、發同埋提、哆都係合埋手指嘅。咪、發、提、哆嚇，再睇多次，哆、維、咪、發、嗦、拉、提、哆。喂，咪發、嗦、拉、提、哆，咁咧分開幾多同合埋手合埋幾多咧？因為分開都可以，因為角色咧撳個手柄嗰個 finger board 冇啲線喺度噶嘛。咁咧，咁你就靠自己聽啦，聽住哆、喂、咪、發、嗦、拉、提、哆咯噃。OK， 咁啊咁樣拉啦呢個。咁另一個 fingering 咧就比較建議多啲人用，因為咧佢一用一個把位搞掂曬，就係、是、用三把位。咁咧，我哋揾嗦、拉、提、哆，用一手指撳個 C 音。或者直接掃刀咁容易聽啲啦嚇，咁啊一手指啦，跟住將二手指合埋，咁呢個就仍然係 defect 音啦，即係頭先你撳四手指嘅地方 defect 咯喎，跟住 E flat 分開 ，F 分開，跟住咧將你一手指拎走降低嚇，啊 C 啊 D E F G flat 啦 ，A flat B flat C D flat E flat F G flat A flat B flat C 同埋 D flat， 你亦都會聽到哆唻咪發啦，因為係仍然係全全。半啊，因為我哋冇第五隻手指搬過隔離，低一就係等於半音，全全半全全全半全全半全全全半，你哋都會聽得到哆維咪發嗦拉提哆，維咪發合埋嗦拉提哆，放喺咪發提哆合埋手指就啱啦。咁啊就會全部分開手指啦，頭嗰兩條線 ，G 線同 D 線嚇，二三四分開，跟住一二三四全部分開。A 線就一二三分開，四手指合埋，一二三分開，四手指合埋。OK， 咁啊行翻轉頭，我會提議學生保留住一手指啦，保持嘅形狀，唔好走位啦。將住四手指搬過隔離，三黐埋，分開二，將住一手指先至搬過隔離。再過隔離再難啲咯喎，一手指保留，打翻開隻四手指，四手指分開，三手指分開，二手指分開，將住一手指搬過隔離 ，keep 呢個 finger 啊，保留手指，分開四，分開三，分開二。咁你翻去。拉翻呢個度嘅時候咧，去 check 下喎，將你一手指撳翻落去同佢隔離，聽係咪掃到嗰個一手指聲音，咁就得噶啦。好，咁我睇下喺小提琴上面實際係點樣拉啦噃。好啦，終於嚟到實際小提琴上邊點樣拉啦嚇。咁啊 ，D flat major 嚇五級音階，咁咧啊吞到曬四條空弦啦嚇，跟住咧我哋揾咗個 C 音先嚇。咁頭先講啦，掃落 T 度。呢個 C 音啦，將只四手指合埋就係 D flat。咁啦，諗呢個一 D flat 音係哆咯喎，一手指降得係維咪發開，合埋花，放喺嗦。好啦，本來哆要三手指撳，不過我哋上嚟三把位要拉第二個八度，分開，合埋，平排。保留一，將四手指搬過計，黐埋，最尾先搬翻過嚟。我跟住落翻一百位，將一手指拉到最低就 B flat， 分開二手指就係 C， 保留一手指，撳只低四手指，黐埋，跟住分開三手指，咁你聽到，
第二個 live 咧就係上嚟300位下揾咗 C 音先，將二手指合埋就 D flat 啦。OK， 諗呢個做度咯喎，咁啊二三四分開，跟住一二三四分開。合翻埋四手指，保留一手指搬只四手指平排过隔篱，保留一手指打开四手指吓，呢、這个低呢、這个高嘅四。咁咧，所以咧开头系二三四分开啦，跟住全部一二三四分开晒，跟住一二三分开四合埋，一二三分开四合埋，翻转头嘅时候咧，保留只一，将只四平排啦，三黐埋。好，跟住又保留一打開只四啦，由低四去高四，一二三四分開曬，四三二分開曬，咁你要聽得到嘅咪發嗦啦 ，T 多啦，再聽一次。跟住咧練熟咗之後咧，就跟住個拍子機咧開八十啊，我要求係八十，咁啊拉翻呢個節奏出嚟，咁就完成噶啦。Okay.